哎呀，该怎做个？连伊爽个，唔知。对，现在咱过空空啊。今仔袂连尔。空空啊，空空闲啊。那空好着呢，稍微着呢。你真的讲，真的还假的？那一天真的有麻将。有啊。他跟我说的。我有看到，你中午你中午也知道。这个抢戏。而且而且他是电动的呢。你电动的，我成本的吼。你一个按键点来，把甲你摆落。我有养坐落，有咧调试哦。有啊。伊敢会甲你钱啊？借你伊啊？你有生啊？你哪伊阁有人甲你掠脚底咧？是好用。还是那个毛的呗，谢谢。好。无啦，迄无共的，迄出头都济。出头。你看伊。现在就懵懵，才坐在安尼。袂嘛，迄懵到欢喜在。前日咧放晴啊，所以就是讲天啊喵。有咧出头的动作。你从我古早看咧，拢落迄落过去。啊，我从我就想起啊，我从古安，我想起咧古安咧生咧。来，我用这甲你通一下。你看你好心脏。懂吗？懂懂，放心。袂，马丁，你去给伊报一下。我看到那几双在贵啊。要阿条无？红中。好，我看见。等下条啊。放那里就好，放那里我比较好治呢。放好碗，他说那都是几月去的？二月，因为我记得我们二月初回来，好像是二月二号，快过年了，三四，二月二三四去的。然后因为我记得回来的时候，爸爸就说，他说还好我们回来了，不然那边什么有疫情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就是在疫情之前玩回来的。哎呦，有人碰碰我，碰碰我。你学干什么的呀？碰碰我。哎，你不要啊！你好好拍啊，不要。没有啊。哦，好对哦。谁抽上？大家都玩碰碰舞哦。对哦，那时候那一把是碰碰舞。对呀。很紧张，凶。原来那一把也是。哎，不是啊。你看我啦，你看我玩那叫五元。真的还假的啦？我对哦。冰风衣穿起来很冷，我寒死。我有一次晚上就是穿那个，结果我想说这就没有反而更冷，因为那个很冰，很好笑。穿的很冰，冰风衣呀、啊。
冰风衣，那个是适合夏天穿的衣服。冰风衣，冰风衣是棉啊，穿是棉啊，你穿肩到你肩骨啦。冰风衣，冬天穿啊，冬天啊穿一个冰冰的衫啊。我就拿明天要穿的鞋子，我给你看，你穿什么的？你去穿来给我们看。那个有时候会出品。对啊，然后看我们穿什么。对啊，她从怀孕还没怀孕都一直没穿到现在。那怎么办？那个脚毛变大，知道。那到啊，那到今天中午。我拿双点多啊，一个来。你吃这个酱油搞几天？哎，这样吗？哎，对。你不擦什么啊？啊，都你的吗？这样的。你厉害了。干干干干干。哎，超干。这样。你别干哦。哎。我。用不着钱了。你这个要擦，这个要擦，这个。你要干。你也拿，我这边干干的。是冬天到这久。我好不容易才刚打把这只打完，你过来。很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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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。哎呦喂！就是奇怪才会。哎。标识呢？就登记。是他还没登记。嗯。不给拎过来。啊，留着。哎，你知道穿哪一双吗？黑色的。我不去看了。哪一双啊？那个脚都会这样，脱啊脱皮什么的。不是说真的不是，我被穿过吗？真的会掉哦。对啊，我吧。你怕几两？啊？你我挺怕的。你如果穿一双跟脚掉那么小。我在剪呢，那那被吃掉了。你想看吗？对呀。我在我姐姐那附近，我们打五饼了。嗯，吃剩菜。我那吃的。哈哈哈。那边农村真好吃的，妹妹，你不在看一下我到底打什么？谁打的？我都记得我打五饼了。嗯。我用心酿的呀。酿的。酿的。酿呀。你现在这样呢？有一点点就是肥肥的呀。我这。话很。啊。你下个月又吃胖了嘛？病对，我们觉得怪怪。对呀。没有妈妈。不是打七饼吗？妈妈刚才说。不对呀。他打五饼，但是我才从没讲，我才从没讲。所以不知道，我也没有注意看。你可以看盒子。里面呢？我也真的忘了。注意奶奶，我随便，我随便拿一张开始。怎么了？你之前到底人工降温了啊？你怎么吃个在干？你当然，当然怎么学学？我三只啊，我三只。你再给我骗！你再给我骗！真的真的是啊！不是啊，我讲你讲你三次给我趴水，这个奶奶搞，我都来扒水。我告诉你，奶奶笑代表她没有，她没有笑的话才搞。没有。哈哈哈哈哈！在变主公啊！真的，这主公，三百四百五百。好呀，好呀，我以为你要自摸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摆这样子，我以为要倒下去。倒下去。咦，睡觉啊，睡觉啊，睡觉啊！刚刚怎么玩呢？不要玩了，不要睡觉了。真的？就是啊，没有啊。还有两个公公，还有两个公公。嗯，选小股股票啊。阿娘，你看这哪里我搞得我大啊？我想搞一支，唔一支。阿娘，我呀，我的五万你摕到三支啊。我讲先搞一支啊，我先搞一支。你没有看我都拆条子吗？一支底下底下咧，还好奶奶没有。我本来进牌了。中山。
心，我嘛有啊。连三，哇！每把都连三了，你看看。所以下一把要下庄了。我以为是要把它下庄。对啊，你找个水龟，你两分，我也不出兵啊。我总爱出兵，总得出兵，爱抓兵。以前哈，我们都是其他的都有这样，都光荣出兵，这句话从来还没觉得。慢慢的就行了。我这个姑娘都夸她瘦了。你真的很胖哎、欸。真好呀！啊那啊，等掉了。47条，竟然输给你3万。